血液细胞我们怎么去做真正的非常好的架构啊。我们现在那个纸哈，拿一支纸跟笔来哈，再稍微再练习一下，再熟悉哈。我是希望说我们现在你们跟着师父就是一定要看一下，就是说品格第一啊，品格第一。那你品格都有问题的话，是不是就血上就有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品格。所以为什么说你们修行不能看外表？现在懂得外表是什么吗？基因没有用啊，你们那个是无修无身拔人的啊。所以我都希望说你们一定要慢慢的，还有笔哈，对，你来表演给他们看，来表演给他们看，表演，对，对，就用。用三界的概念嘛哈，比如说这个是三界火仔，这就是三界嘛哈，是不是三界？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就须弥山嘛，对不对？你现在用须弥山的角度好了，啊，须弥山，好，对对，须弥山是不是须弥山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这整就像这个这一张就对了嘛哈？那它现在是这三界：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如何在最短的当中用我们的念头一意就是动三千嘛哈。好，那我们快速把它动起来啊，就是说你要怎么去顺服折叠，只要顺服它就会折叠。但是这是跟品格有关系的，因为你品格不到这里它就进不来啊。那你进得来的话，你也是在末梢而已啊。那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因为我们的念头是要进入我们自己的真正的果位的啊，国位。那所以他那个是突破啊，是透过能量层，就是意念，意念。那你品格不好的时候，意念就没有办法通畅啊，没有办法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最短的时间啊，从这个两点距离最短的当中，那我们这个两点我们要怎么去应用？在中间透过一个奇异点啊，奇异恩点就是那个念波啊，就是那个念波。好，来，我们做一次给他们看哈，对。是不是这样子折叠起来嘛，对不对啊？折叠起来，对，折叠起来，折叠起来之后我们就用我们的念头就念，就是那个念，对，哎，对，哎，那个笔要用这在里面，哎，对，要让他们看，转过来，转给他们看，看什么？哎，放开，哎，你这只手放开，尖尖的地方，尖尖的地方，哎，对，是不是就是奇异恩典？这个就是点，这个就念，就念佛，有吗？一念动三千，就这里，就这个。这样子，那个，因为当中法师可能靠概念嘛，哈，俊明有概念吗？这个奇异恩典加矿物，有这个你看有吗？看有了哈，好，那你就是说从这个点进来，你从这个点进来的话呢，这个是消，这个就消融了，就没有三界不管它了，有吗？你是不是跳脱在虚空这里，有吗？你不是在被关在这里的，有吗？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好来，那你拿过去给他们用看看，看你会不会有。打开三界，你用看看三界打开，用打开三界打开，好，对。刚刚你看到那个中间那就是轮回，有吗？那你看宇宙就像手机一样在你的手上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现在来打开一下，怎么去打开？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就是用这个奇异恩典哦，对。那个两点你一定要距离的很快。像你们就观想哈，对，里面那个就是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三界，好，对，这样子，啊，那个是你们的念啊，现在那个笔啊，对，那个笔心，对，好，你给它穿越，那我们是用阿弥陀佛穿越，对不对？那就穿越喽，对，以前我们有更大的那个哈，那个须弥山的那个。有插有嘛哈，念头进去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那个念头，有吗？啊，你看那个中间那个，你看一下那个三界在哪里？三界，有吗？你看得到那个三界，可以观想那是三界吗？我们就都被关在里面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已经打开了，已经打开了那个点，所以它三界会消融，它就很数穷三界，横遍十方，可以了解吗？好来，那个，全体你来做一次，对，对，三界嘛，哈，欲界，哎，对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要穿越的话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穿越，对，那
那就对两点距离最短的，就是我们就是现在透过对，我们就跟你说，那就三界了哈。你现在手摸进去，那就三界。对，好，你透过一句阿弥陀佛，哎，对，一句阿弥陀佛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点，对，那就奇异恩典。哎，对。对，那个鼻子是顿顿的哈。哎，对。有，快去。哎，对，你有没有看那个点？你有看到那个鼻心的那个奇异恩典？看到吗？嗯。对吧？全有没有看到那个点？你手看看那个点，是不是血气出来那里？哎，对，就是那个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对，好，那你刚刚谢，那先谢谢哈，谢谢。假设那是透明的，那是透明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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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三界是透明的，你看不到，透明的，但是它是不是你要顺服？你要折叠顺服起来，有吗？我们人是不是在拜佛的时候就会顺服下来，有吗？顺服，顺服的话呢，它这个莲千花莲台哦，它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大家知道那个晶片的概念吗？来，谢谢。那个晶片，大家知道那个 AI 的晶片，它是需要我们的这个，哎，对，像你们看这个就须弥山，就是这个假设是千花莲台这个。是这个千花莲台，这样有办法看到吗？看得懂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只是把它挪成变成金刚经塔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十二层楼。那这边呢，它能量自然会下来，是不是？你看这能量自然下来，是不是上面还有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对不对？但是它还是在三界里面啊，有吗？是不是你们刚刚看到那个奇异恩典？我们只是透过那个念，有没有念进去的这些有没有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就跟你们刚刚那张纸，它是不是你这样观想，它是三界啊，它是恒河沙数，它是银河系，整个银河系，华严经告诉我们的，银河系里面它有日跟月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日跟月不是只有我们这里有吧？对不对？好，这样恒河沙数这样子的一千个等于，但表法哦，这样子等于一个小圈世界。好，那这样子的一千个等于中圈世界，小圈世界。那这样子的一个中间世界等于大千世界，那这边你可以看嘛，哈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对不对？那这千花莲台，好，那就是我们的磐石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刚刚看到的，我们假设那个念，我们就可以去通关。那念的话是一大阿僧祇劫，我们过去呢六万年来的，有没有？所以为什么明了论就是我们都一直在第一大阿僧祇劫、第二大阿僧祇劫、第三大阿僧祇劫，有没有？一劫我们用最普通的算法，我现在说科学算得出来的，一劫等于13亿4400万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轮流说，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懂得怎么去串联起来？好，我们现在轮流出来说，不，你们现在站着这样子，拿着这样子讲，好，轮流讲好了，你们就出来讲，来，那个广义。